这是酿酒这种镇子里面装好，这个就天锅，叫天锅水，把它盖上。再用围锅布把这个锅子要围好，不准它通气，这样高温效果更好。这个水也就是天锅水，把这个水要倒进天锅里面来啊，这样就开始酿酒了，也就是烧酒。好，这就可以了，烧大火。嗯，这个味道好，又香，甜浓。